天五彩鱼，这是刚退冰的五彩鱼啊，我们放在锅里面煎啊，这是刚开始放下去的情况啊，我们今天是用干煎的方式来出院。好，那还没翻面前我们先暂停，待会翻面的时候再把镜头再拉回来。那个已经过了十分钟了，所以呢五彩鱼我们要翻面。然后我们继续让它煎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二次翻面哈。不熟的地方，我们让它更熟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它煎大概两分钟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最后好了，我们就把它那个起锅了。好，先把火关掉，先把鱼呢